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，这里是有点大润发的北村豆腐家。啊，我搞不懂这个排队的人潮怎么会那么的多啊，真的好厉害哦，好多人哦。哦，里面的话高朋满座，外面的话排队络绎不绝。哦，这个人的话围了应该有一圈吧，我们来看一下排了多少人。好夸张哦，真的好夸张。到这边，后面还有吗？哦，没有人哦，到这边。不过这样排队人潮的话，其实也算非常多了，好佩服。哦，改天有机会再品尝看看到底有什么魅力好了。